所以说，他想交女朋友。我有个学妹喜欢他很久。你最近跟舒逸变那么好，是好朋友吗？对，朋友。你不打算跟他告白吗？我们是好朋友。我不打算破坏好不容易建立的友谊。风吹雨成花。你再躲下去真的会成功，你必须要面对才能够放下。你干嘛？我不想这么多肉。陪他度过失恋期，报恩呢？我们要什么？